我大概参与了得有十来20回吧，但是不是每次都能买得到的，对，差不多买到了得有8、9个吧，差不多，每一个价格也不会特别贵，因为可能就几十块钱。现在当下会有一些热门的艺术家，然后就是尝试从那个 AR 这个视角，然后去进行这种创作。艺术家本身去创作的这个过程，然后也是非常享受，体感上也是会远远超过过往的这种艺术新的这种感官刺激。我们是2021年8月2号正式上线的，那截止到现在，我们一共发行了14期这样的一些不同类型的数字藏品，总发行量在3万枚左右，然后总成交额的话是110万，市场反应还是蛮好的，我们每一期藏品几乎都是1秒钟就会被抢完。